得我们在刚满22岁可以打入1000的决赛，我很开心，并且是在无望实现的，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点。我觉得取得这份成就还是很高兴的。我觉得如果明天我可以正常的发挥，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其实是可以五五开的。但是呢，这还是得看我自己的心态调整，因为其实对手打我，他已经赢了我2次，那么他肯定在信心上面要更加占优一些。那么我需要做的就是我如何把我的心态调整好，然后明天看看临场发挥可不可以做到比平时更好。我也非常期待明天的决赛。